蓝都多糖极润精华液，邀您共赏花甲少年去旅行。最近是接到一个任务，那也算是个工作，就是说我这次会一样会去，坐飞机到台北去。那去了台北之后呢，会拍什么样的东西？要跟谁一起拍，跟谁一起玩，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给我太多的信息。我只知道一个，就是我要去垦丁。来一杯，你看见吗？这一次其实我想说选择蜡烛是因为这是我自己平常喜欢的兴趣，然后也是我自己一点点的心意，然后希望将这份爱然后传达出去。我担心的可能就是一些在相处上的吧，对，摩擦啊，还是因为毕竟大家一起出去玩然后又不认识，我觉得这件事是会比较要去调试的。我期待的是一个很乐天的，然后期待刘德华的出现。如果是跟老的话，基本上就是陪他们去爬爬山啊，然后去他们可能看电视或是看旅游节目有看到的一些点踩点，对，然后让他们去吃，这样过个瘾这样。那如果是年轻人的话，比较偏是属于那种团康游戏的旅游。我其实蛮常去垦丁拍戏的，上一次拍戏大概3年前吧，对，就去那边潜水啊，对，因为垦丁大家想到的，我想到的也就是去玩水。来当然比较紧张，然后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其实是最后回程要回程的时候那一顿晚餐。其实我们的旅程就短短的几天，但是那一顿晚餐吃的就大家都非常的依依不舍，然后就觉得另外三个旅伴已经成为我很要好的朋友，甚至于会有点像亲人的感觉。那我会比较担心碰到的就是我会不会碰到那种特意要去挑战极限的那种旅伴，但通常这个是男孩子居多，现在就是会带着一种到底是老屁孩还是小屁孩的那种揭晓的感觉。屏东垦丁对我来说一定是海边，然后大家很多年轻人喜欢来这里放假啊、冲浪啊，那我一直没有机会来，因为我本身很喜欢海岸一带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地方人才可以放松，包括我的性格也是一样，我在新加坡我都是这样，我都是短裤拖鞋一个 T 恤就出门，我非常追求非常喜欢这样子的生活状态。对，这次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机会来看一下垦丁到底是什么模样。对，我觉得少年应该就不用担心了，应该是可以随时随地的很热络，对。但长辈的话就会比较担心，容易生气。啊，不会，我不会威胁他，我只会很面带微笑的告诉他，你就是要这么做。尽情的去玩吧，潜水跟海鲜啤酒这三个是我最期待的。我觉得可能客套一点他们应该会喜欢，如果不客套的话应该就是会喜欢的原因，应该是我觉得会安排在食物上的东西。对，哇，太好吃了吧，太赞了吧。这种说进，如果问我说希望是怎么样的旅程，那当然嘛，所有人都会讲说啊，希望的旅程是吃好睡饱嘛，对不对？但是花甲绝对不可能。嗨，未来5天的旅伴你好，我是蔡凡熙。对，希望我们在未来4天的垦丁快乐行
我们可以快快乐乐的把南台湾玩遍。不要误会，我是难以亲近的人，虽然我长得脸比较丑，我会尽力的配合大家，然后尽兴的玩这一趟，打开胸膛啊，交新朋友 ，OK。如果有任何身体的不适，然后有任何觉得真的是没有办法克服的，我觉得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因为我的行程绝对保证让你吓吓叫。哇，它肉很大块耶！啊，还有酸菜耶！酸菜对耶。做角色功课是3个礼拜，很厉害耶！所以你真的适合嫁到印尼。他没有说你是演的好哦。他说我。想要买早餐给你，然后他说你想喝热的拿铁，是是，跟我说跟我这么熟，你确定我是喝热拿铁吗？你到底是怎么跟他拍戏？我拍完那一部之后，我发誓以后不要再跟他一起拍戏。OK。射中的，我跟你都会喜剧。他是明顺哥，阿明顺哥，我要回了。哎，哥，等一下，等一下，请问你有用力吗？哦哦，师傅，如果你要按到任何有关于肾的地方，要跟我讲，我不会叫。我没去过，你去过吗？我没去过。那你不懂。你刚听起来像你去过，那你口气好像你有点懂哎。你拿去好了，拿去，你拿去。顺哥，哎，哥，你走错边，那边是我的，这边是你的。啊，对不起，我已经有家室了。不是，他是让你看酒，不是让你看酒，不是酒啦。但是你那表情都是好诡异。没有啦，是酒了，顺哥。第一个也太尴尬了吧！我要迎接3个人哎。老板你好，是这边吗？啊，好好好的好的。哇，这也太尴尬了吧！我第一个哎。哇，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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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起来很好吃呢。我希望第一个进来的是年轻人。对，因为年轻人进来一起迎接前辈，好像比较不会尴尬。对。啊，如果第三个很晚到啊，第二个是前辈，我就会跟前辈稍微尬聊一下下。哎，全能姐，你好，我马上认出来了，你好，我是凡希。凡希，你好，对，你可能没有看过我的作品，没有。别这么讲，没有合作过。对，没有合作过。你好，你好，前辈姐。很紧张啊，毕竟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前辈啊。对，而且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怕尴尬的人，我一直很希望说第一个进来的是年轻人这样。对，结果没想到是前辈这样。对，然后要跟前辈尬聊一段时间，我刚心跳得很快。对，我一直很害怕会不会说错话啊什么，但还好还好，前辈姐人很好，很 nice。你是运动型的吗？你是那种很热爱？那种刺激运动啊，极限运动的吗？我没有到热爱，但我不害怕，对，我就完全不怕。所以你有排吗？我排一个。哎，嘉瑞呢？来，陈真姐，陈真姐，你好，我是嘉瑞。哎，你好，我坐哪里啊？坐这吗？对，我跟你坐吗？好久不见，你也可以坐吗？很久都行啊，都行，看你。我不要跟你坐，为什么？因为我喜欢他。
凡希是我在前阵子桃园电影节一起代言的伙伴，对，然后说，哎，你怎么会接？我比较意外是，之前认识他的时候，他比较内向，对，所以我没有想到他会接实境秀这件事情。我第一次跟他见面，他就蛮嗨的，所以刚得知到是他，我觉得还蛮好的。对，因为他就是一个很疯的人，就是好像可以炒热这整个气氛。我要跟你讲话，我要礼貌上，我跟，我要跟，我要先跟全哥、全姐，我应该叫你，叫你，请千万不要这样，不要，好，叫我全真叫全真就好，啊，全真小姐你好，啊，燕子哦，要都叫你燕子，那我要叫你什么？我们叫明顺就好，明顺，哎，拜拜，我好想，不要了，我不认识你。这三位里面只有他我不认识，他我认识。我们桃园电影节有见到一次啊。桃园电影节有我，我不认识你。叶子是在我在新加坡电视看到他了，看过他了，就到新加坡拍戏嘛那时候，对，是。那我们更不用等。我们坐，好了，来，不好意思，来，儿子你呢？不要，那是算了。你们两个好可怕。因为我们刚好前面有拍同一部戏，然后也是因为那部戏就是有一个革命情感，然后杀青后我们其实这两年都一直都有在联络，然后我们私底下也都是有在互相关心对方，所以见到他就哇爸你怎么会来。对，我还蛮诧异的，就是哦怎么会是他，他不是在那遥远的国家吗，怎么会就跑来这里，然后跟我们一起参加那个垦丁的旅行。以他来说，他应该算是我们的前辈，可能演戏比我还久。80%有看戏的人都会知道叶子这个艺人。对，你为什么叫爸爸？因为他就像我爸一样的存在，这样可以吗？拍戏，我是在拍戏的时候，烦，会讲话，很多话。所以我就每次碰到他，我就讲说，我都不认识他。但我第一次认识你之后，我也觉得你真的话很多。真的吗？哦，是吗？会一直讲话。你怎么认识他？就是桃园电影节第一次见面。哦，是哦，你也是在那边认识他的，远离他。那我就放心了，今天上出来我可以不用讲话。还是要交给你们两位。不行，还是要讲。你怎么会来？你怎么不能来？你为什么会来？为什么会请他？啊，你不是在？他最不应该就是他了，干嘛请他？好烦的一个人。我是为了你而存在的。啊，哎呦，不要吓我！我好会说话，我马上要回新加坡了，这样。你是从新加坡直接下飞机就过来了？对，我今天才下飞机的。哇，好拼啊！对，累不累？还好啦，新加坡来最冷静啊。你放心，明天开始更累。明天我先做导游啊！啊，我先做。我哥是第一天了。你有来过吗？我没有来过。没有来过，你要做我们导游？都是有很多人介绍我好地方了。对，但都是去我一些我比较喜欢的啦。可能会累了。会累。会累了，会累。但是我觉得没有，你要确定了，什么叫可能？是可能还是？肯定会累。那挺巧的。叫到我们三个认识，对啊，都认识，对，都认识。他们还跟我说不认识，嗯，对啊，他们说不会找人。好啦，你还是比我好了。不是，这样我很孤单嘞。没问题。那个，我有准备一点点的小礼物，想要给你们。哇。这是我自己手做的蜡烛，然后这个对，还有做蜡烛，好酷啊！还有做蜡烛，因为我自己平常有在做蜡烛，然后就是想说这次的旅游也可以让你们在饭店。那里面有放那个叫什么精油吗？精油吗？有，它这一次应该是属于比较香精的，对，不是纯精油。可能是我私下给，没有，不要给我，不要给我，不要给我，来，那请问你打不开那里？
他我开一下。哎，可以开，可以开，看哪？他果然是你的。哎呀，好漂亮啊！好漂亮，怎么会这么？是海。哇，这个很像。你们三个人的味道不一样。你们三个人不一样。哎，我这是海洋味道，对不对？对。为什么我都这么甜？你是准备斜杠是什么？你要投资我吗？我还想说你以后赚钱不要忘记我。我觉得还蛮欣慰的，因为我之前在拍戏的时候有听他说过，他有在玩这个蜡烛，那没有想到这次会带这个蜡烛来送给我，我觉得他蛮开心的，所以今天给他加点分了。我家顺哥就是。一如往常的亏我，对我习惯了啦。希望他们使用可以是舒服的，然后也是放松的。那我去的地方是跟水有关系的，因为我本身很喜欢玩水。嗯，然后因为我是也是出生在海边的地方长大的，马六甲、嗯、也是有海啊。然后我小时候童年的玩的地区都是在海边，所以对海呢是很有情感的一个人呐、啊。所以我选的地方都是跟水有关系的，跟水分别有两个跟水有关系的地方。你说一整天都跟水啊？也没有啦，也没有啦，整天玩水。有水，也有别的方法要去那个地方啦。那我不能讲啦。那有水有别的方法，有水也有别的地方也有水，那就是都是水啊，是这个意思吧？对，是这意思。我不要讲太多，明天就知道。那首先明天有人介绍我一个早餐店，叫我一定要带你们去，我也没有去过、啊。可以不要太早吗？啊？那你继续睡，不用跟我们一起。OK OK， 我们只剩这两组。OK 啊。大概这样，因为时间也应该差不多了。你们两个可以起脚。我们两个可以起脚。OK OK OK。我可以再割了。不是都可以啊，但我不太习惯一早就要出发到哪里。习惯早上不太习惯。好了，我们直接一大早就要出发玩水。跟志玲讲，我们都不可以这么早了。我们理想的时间了。哎，你放心，他们不会理你。啊，是吗？我觉得他们排的行程应该都是属于非常的，要耗体力的，然后应该刺激度很高的。反正明天肯定躲不过了啦。明天明顺已经讲了，就都是水，是吧？叶子，请多多原谅，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但是还是要跟我们一起走啊。安乐冰，等一下，姐，我跟你说，因为我刚刚就是想要玩双人，所以我在打的时候，我是先让他打死，你先让他打死我。啊？你先让他打死我。啊，不如我打死你好了。何必等他呢？太迟了，你太慢了。哥，给你打。哇，完蛋。是你插顺的大哥，你就把我的礼物就丢在桌上，就把它赶快走，赶快要被打了。我送的礼物，我是暂时放在那边，我们是要出来工作，我们全部人都要离开了。是哪个？啊，不对，不是我。我看就看到他丢在桌上，哎，我有用丢吗？我是好好的。摆着在蹦蹦蹦蹦啊！我送你的礼物。超怪的。你为什么只拍自己呢？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想说是一个感觉是一个蛮温馨的照片，而且你甚至没有拍到明顺。有帽子。哇！真的超好笑的，但我觉得这样蛮好的。下次要记得在白天拍。看就知道了，哇，超闹的，这样还跟人家说我是旅行拍照很爱来拍照，拍出这样子。这个好意思拿给旅伴看吗？你们的第一张，哎，第一张就是只有一个人 alone。对啊，算了吧，就我自己纪念吧。明天再帮我们拍多一点照片。我是花甲之年郑青春，我是少年郑得意，走。
跟着我们去旅行，按上订阅，加上小铃铛。我跟你讲，这行程绝对超乎你想象哦！快点，快点走，快点！